哎呦，还要啦！真正诶，我讲真正很灵的是安尼。而且呢，其实我们兄弟俩在阿北正式踏入歌坛之前，就跟他同台，在小琉球同台演出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啊，你这個、这第一对这歌曲有啥物款的这个想法，甲这个敬仰之意？我本来该会使讲吼，他唱现场就好像播 CD 一样，唱现场还比 CD 好听，真的，唱现场比 CD 还好听，唱现场的生命力爆表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这一位不是别人，就是我们百万兄弟的偶像芒果公主乔又杰，掌声。